我没男朋友，真的呀。所以我可以追你吗？我要是说不可以，你会说什么？不会，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，欣喜若狂，心荡荡。我只是你自己的人。这么说你想了解我？不行吗？如果你满意的话，是不是代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？保证你满意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真的不可以？他还不了解你，等他足够了解你再做决定吧。没有啊，我没那么想过，而且石总的眼光还特别好，真的，尤其是你选择了我。我也觉得我的眼光确实不错。竟是一只浓情种，而不自知了。